焖、炒、煎、炸，粤菜工艺之精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，其中炸之技艺尤为讲究，闻名遐迩。香炸灌汤丸，猪肉芹菜混合，在虎口处捏制成丸子状，裹上面包末，油炸即成，外表酥香，一咬掉渣，咬开后汤汁爆开化于口中，亦有香炸竹蔗虾、菜汁豆腐鱼、脆皮番茄等，令人垂涎。搭配一味好茶，品之茶，食之香。